很有爱，这个家庭很幸福，我愿意去孝敬您父母什么的，这也是我的一片孝心，也没有所谓的应该不应该，你们觉得对不对？这个世上没有什么应不应该，就是我觉得我要做这个事情，那是我的一片孝心，也没有谁能说拿什么东西来强迫我，不可能的。然后既然大宝找的这个相亲对象这么有实力，对不对？那就让他去相就好了。我们应该支持大宝去相亲，对不对，直播间家人们？我完全双手支持啊，作为他的前老板，作为他的朋友，我非常支持。但是就是别转了一圈之后发现没好的，你再回来找我，这样的话你就有点贬低我了，你就有点看不起我了，对不对？不是说你出去挑挑拣拣，你发现没好的你再回来找我，那我可不在这儿等着你啊，你就去呗，对吧？你最好就是，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去了你就别回来，你要不你就别走，你要走了你就别回来，我不可能让你们家在这儿挑挑拣拣呢，你出去找找没好的，你回来想着我了，凭什么呀，对不对？但是大宝其实遇到这样的家庭也是他的一个不幸吧，我觉得，对不对，家人们？大宝，咱不评价别人家人啊，我只能说大宝确实有点不幸啊，就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我是谈恋爱的，我是找我的幸福的，我不是来渡劫的，对吧？我觉得我不能就是低声下气的去过日子呀，对不对？我不是找不痛快的吗，对吧？你不要就是他父亲想啊，就是不要以为你儿子会任你摆布，你儿子找个媳妇儿回来也得任你摆布，那不可能，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就是他欺负他儿子欺负惯了，他觉得就是他儿子找个媳妇儿也得像他儿子那样给他们家就是做苦工，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你欺负你儿子算了，那是你儿子，你儿子可能没话说，是吧？但是你儿子再找一个人就不欠你的人，凭什么让你欺负呀？对，反正我性格就是这样子，就是下次家人们他给我打电话，你说咱接不接？我觉得可以接。我不怕他给我打电话。以前呢不一样，以前可能我会顾忌的多一点，现在我觉得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对，你打过来就是我就会接，我觉得没有啥不敢接的。对，我估计这电话打完之后，你觉得今天晚上不痛快的是糖糖还是他？你们说今天晚上他父亲给我打这个电话，是他父亲不舒服还是我不舒服？对，所以他要是他心里强大，他就继续给我打，我不会不舒服的，家人们放心，他影响不了我。对，让他不舒服，他如果他不舒服他愿意给我打，那就让他继续打，打到他服，对不对，家人们？解不解气？我觉得还是挺解气的，让他打嘛，对吧？因为刚才提醒了家人们，咱们下次这种情况打正能量，提醒了，我没法跟他讲了，不然我能跟他唠半个小时，我能继续跟他唠，我今天晚上给他唠的睡不着觉，他不能天天让大宝睡不着觉呀，我也得让他睡不着觉呀，对吧？那大宝天天被他气得睡不着觉，我不得也让他父亲感受一下。对，大宝不敢说，那我有啥不敢说的？他又没生我，他又没养我呢。
而且我也没有不礼貌吧，家人们，我刚才说话不过分吧？你们觉得过分吗？应该不过分吧？我没有说一句不礼貌啊，我说话还是很克制、很礼貌的。对，他欺负大宝，那我就会给他解解气呗。对，我反正我是没说，我个人觉得我刚才没说哪句话不合适的，嗯。说的很正常嘛，对吧？你该相亲相亲去呗。对，你让你儿子相亲，你又让我给你儿子开门，你这整哪出啊？好好相亲去呗，不用理他，家人们啊。我跟你讲，我在三亚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们急别人就不急，我们不急别人就急了，我现在更不急了，对不对？咱们是不是不着急？我比原来还不着急，嗯。咱们不要着急啊，你们也不要让我着急，什么帮大宝呀什么的，不能着急啊。咱们你一点都沉不住气，根本就成不了事儿啊，难受难受也忍着，对，可乐就辛苦一下吧，嗯。可乐现在不辛苦，他以后要辛苦一辈子。可乐现在辛苦一下，也可能以后日子会好过。我觉得这也是在帮他，对不对，家人们？我也不是在考验他，我只是觉得说这个时候我们沉住气，嗯，一定要沉住气，嗯。对，我还是这句话，要也行，不要也可以的，没有问题，对吧？咱们都能过得很好，那咱们着什么急呢？一定要沉住气。就是可乐不容易，家人们多支持支持可乐吧。嗯，你们知道我说的可乐是谁啊？咱们把可乐支持一下吧。啊，你别说可乐挺可怜的，对。可乐不容易，对，但是我希望这个过程中可乐也成长一下吧，对不对？在这个过程中去看一下我是怎么处理事情的，嗯，如果说你要是愿意跟我同行的人，家人们愿意跟我同行的人，如果你认可糖糖的人，你最好看一下糖糖是怎么处理问题的，然后自己好好想一想。很多人说，糖糖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要这样做还是那样做，这样做那样做。如果我什么都说了，他下次遇到这个事情他还是不会处理。人家说了，师傅要教的是方法，而不是给你标准答案。我把方法给你了，至于怎么做，你自己真的得动一下脑子，你不能什么饭都要喂到嘴巴里，这样子他是不可能成长的。他也不是悟性差，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教他去思考这个问题。可乐不容易，对，可乐不容易，所以昨天晚上给他点了个外卖，家人们。对，确实，我怕他饿坏了。饭也不舍得吃，昨天晚上给他点了个外卖。嗯，现在他在外边找鸟了吗？他是把我的鸟整丢了吗？咱点个外卖高兴死了，哎。那不舍得吃饭，家人们，你们哪见的二十多岁的男孩子，现在二十多岁的男孩子有不舍得吃饭呢？我跟你讲哦，我确实觉得他在我看来很特别，因为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男孩。嗯，我见过的男孩子都是那种生活比较有点浮夸，就是可能在叔叔阿姨你们眼里面会觉得太浪费了。我身边很多男孩子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跟你们讲那种就是夸张一点的，就是真的可以，就是比如说今天想吃哪里的美食，然后就打个飞机然后过去吃一顿，然后马上又走，或者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买张机票，其实就为去喝杯奶茶。我身边男孩子有一些就夸张到这种程度。然后到我遇到大宝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天哪，天下还有这么会过日子的男孩啊，然后特别真实，就是哎，我觉得太好了。因为我不喜欢那种男孩子那么装，他家人们，我告诉你，他其实他也不是装，人家是真有哈，确实有，但是就是不是那么珍惜这种父母打下的这种江山，你知道吗？但是大宝不一样，大宝确实可能过苦日子嘛。然后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然后也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我也觉得很有趣。他教我去省那种洗发水啊、洗面奶啊，让我灌点水进去啊，摇一摇继续用。那个时候我不骗你，我觉得超可爱，我觉得很吸引我。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家人们，你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觉得好，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没有体验过。我觉得男孩子可以这么会过。大宝，喂，糖糖，你在家啦？嗯，我刚才去找你都没看到你啊。啊，我刚回家。那个鸟它飞走了。真飞走了吗？真飞走了。我都给它放在笼子里面，然后有盖起来，然后不知道怎么飞走了。没事，我一定把它找出来了。我今天晚上我去把它找出来，别不开心。我一定把它找出来，它肯定是躲在家里面，不知道哪个角落里面。对，它没飞出去。他肯定躲在家里哪个角落里面的。你别着急，我等一下就去给他找出来。他跑不了的，他跑不掉的，他逃不出我的五指山的。找吧。那我等一下，你给我开门，我进去找一找。啥？你等一下给我开门，我进去里面找啊。你为什么来我家找鸟啊？你把鸟搞丢了，你来我家找鸟？对呀、啊，我放你家里了。啊？我放你家里了。你放我家里了，鸟在我家丢了。对呀、啊，怎么可能？是啊，我刚才过去把鸟放着了，我回来没有听到鸟叫啊。那就是它跑掉了、啊，它跑掉了，不知道哪里躲起来了，你就听不到鸟叫呗。你等一下给我开门好不好？你确定它丢在我家了？是啊，真的。不会掉到马桶里被冲走了吧？不会。你确定他丢在我家了？嗯。哦，那我等一下我自己找吧。你不好找，你就是你那个，反正我就在你家门外。我就在你家门外。这么晚了，你还是别来我家了。但我就
我又不是坏人，你知道吗？我又不是坏人。你叔叔阿姨们，你说我又不是坏人，又不会干出什么荒唐事，是不是？你就开开门让我进去找一找，找到了我就走。我等一下，因为你不好找，知道吗，唐唐？因为他等一下可能趴在哪个角落里面，得你得整个人趴到地板上慢慢去找，所以你找不到。等一下你把那个，等一下你趴在地板上，地板又凉，对不对？等一下我帮你找。我自己找吧。不用啊，但我都在外门外了，都在你这边马路边上在等你了，我在等你回家了。我刚才气了，阿姨说你不在家。那个大宝，刚才你父亲给我打电话了，你知道吗？啊，他刚才也给我打电话了，他真给你打了？对，他给我打电话了。他跟你说啥了？他说那个，我想想啊。家人们，他说啥了？你跟打公屏上，我想一下啊，我想他说什么了。他说：“家人们，不要叫我回去，我不回去。我今天要见不到唐唐，我今天就睡在马路边上了。我一定不回去，我一定要见到唐唐。你不要叫我回去，你再叫我回去，我也不回去。”嗯。要米米盖房子好像，然后还说不要你去什么相亲啊什么的。然后我跟你父亲已经说了，我说那个你是只是我的前助理，然后那个他跟我谈这个事情不合适。大宝你觉得对不对？对，唐唐，我支持你，我是站在你这边的，我们是一起的，我们一起对抗我爸好不好？我们是一起的，我支持你，我很支持你。你就说我是你的小助理，对不对？那你干你我给我助理盖什么房啊，买什么车啊，对不对？他工作好了，我给他发点工资，发点奖金啊，发点米，是不是啊？我给你盖什么房，你就这么个回应他，不要理他，好不好？那你是我的助理，你晚上来我家就有点不合适了，对不对？怎么不合适？助理不是要帮老板，就是老板有问题了，有出了些什么问题，我帮你弄，对不对？我肯定要帮你干的。我不是说你感冒好了再来上岗吗？我好了，我真好了。你昨晚的外卖一吃我就好了。昨晚你那吃的饭，真的我吃了很多，又好吃又香。嗯，真的，家人们，我昨晚吃那个饭真的太香了，就今年有史来吃过最香的一顿饭了。你这样吧，大宝，你回家吧，我现在没有在跟你生气或者什么样的，你先回去吧，然后黄岩我自己找。我都跑那么远过来了，我就想着。见你一面呢，你昨晚说你不要让我去，我也听话了，是不是？我也很听你的话，我昨晚也没有过来说找你了，我昨晚都特别想过来，而且家人们都跟我说昨晚一定要去，那我昨晚我也很听你的话，没有过来找你，但今天实在不行了，我憋不住了，我忍不住了。你让我见一面，说几句话，然后找一下小鸟，我就走。不是啊，大宝，我跟你讲，等一下我给你打个车，然后你就回去吧。你先别叫我了吧。你不用给我打车，我今天借车来的。我今天本来就想见你一面，然后我们一起，我带你一起，我们出去逛逛街，逛逛夜市，去一下我们以前去过的那夜市，然后逛逛衣服什么的，给你买点衣服啊，给你跟你一起吃个夜摊啦、啊。我就今天我特意去借辆车。想带着你出去逛一逛了。说话了，我不想跟你说话，你赶快走。
我不走。